尊敬的诸位大师、诸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很欢喜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智慧的教育对世界的贡献，这是一个无比殊胜的机缘。记得法罗主教及其他大师阁下都曾经说过，今天全世界所面临的种种动乱冲突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：无知。因为无知，不知道神爱世人的真谛，不了解宇宙万法原本就是一体，这就产生了对立与冲突。对立冲突升级，就由演变成斗争与战争。所以东西方的古圣先贤都是一生从事社会教育，帮助人们启发真实的智慧。我们认真学习，就会发现他们无疑不是将自己心里的神圣的爱展现出来，再传给世人，教人爱人如己。很多人问我，什么是宗教？我们的答复就是一个爱字。神爱世人，宗教教育就是爱的教育。这种爱是每个人自心当中本有的，是神的基础。如果能爱人，就不会害人，社会环境就会慢慢好转。人人学会像上帝一样的爱世人，一切的动乱都化解了，世界就和平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迫切需要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包括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和圣贤智慧的教育，这四种普世教育是所有宗教所共有的。对于落实宗教教育，由信、解、行、证四个过程。对宗教教育要产生信心，在信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了解，然后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，充分实践之后达到了正气化人的效果，身心安康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安定，就证明宗教教育确实能够带来和平。真正展露爱心的，才能将爱的教育带给世人。如何做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，必须通过教育。真正的爱心是自他一体的，纯心纯善，
没有任何条件，正如佛法讲的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种一体的爱，每个人心中都有，只是受到了蒙蔽而无法展现。通过学习经典，让我们了解这种神圣的爱的伟大，也愿意让神圣的爱来指导我们修行。修行成就的圣贤，不仅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，而且还能启发别人破迷开悟，回归光明。这就是圣贤智慧的教育，体会一体的爱，要从伦理教育的父子有亲开始，然后通过道德教育与因果教育加以扩大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爱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从这个亲爱扩展出去，就是仁爱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自然而然，凡是人皆需爱。这是我们真心的行路，儒家称之为孝，佛家称之为大慈大悲，圣贤称之为上帝之爱。而且圣经很明确地说，神就是爱。佛经也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个语气多么肯定，能够爱人就懂得自爱，懂得自爱必然也能够爱人。儒家说这境界是天人合一，佛家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圣经教我们一切与基督同归于一。所以真正觉悟的人懂得自爱，懂得爱人，能够自爱的是自利，能够爱人的是利他，自利利他达到究竟，就是宗教里教育的圆满。中国古人说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这是从自爱而逐渐扩大爱人范围的过程。所以一切都从每个人自身的修养做起，必须依照信解行正的次第逐步落实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教育。所以第一步是信心，如何才能让人产生信心，必须有人做出榜样，做出示范点，大家看到了才会生起信心。为了这桩事情，我们2005年起在我的家乡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实验，那个小镇有48000人，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教育中心，推广伦理道德因果与圣贤智慧的教育。首先要去培训的老师，我们从报名的300多位老师当中筛选了和我们信念一致的37位老师。我们要求这些老师
自身必须先落实四种普世教育，因为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经过了两个月的学习与落实，他们真正做到了，然后让他们到证明家里去拜访，把这些教育的成果展示出来，并鼓励证明到教育中心来上课。经过了几个月的教学之后，小镇风气产生大幅度的变化，居民们的内心的爱被唤醒了，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大幅下降，寂静于林，街道整洁了，家庭和睦了，邻里和谐了，商店里不再发生窃盗事件，出租车司机都能拾金不昧等等，这让我们看到了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出现，仿佛回到了中国古代淳朴的社会一般。2006年十月，我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做了8小时的报告，以及3天的展览，公布这个示范点的成果，获得了与会者的肯定。在上述这个实验当中，老师们和镇民们都是先对这个爱的普世教育产生信心，然后学习、了解、接触、实践、落实，最后证明这个教育确实能够带来和谐社会。就像这个范例，我呼吁各宗教都建立宗教圣城，将各自的宗教的爱的教学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让全世界想要见证的人都能够看到爱的教育的成果，这将对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贡献。如果世界上这样的示范城、示范点越来越多，人们就会越来越觉醒。唯有回归宗教爱的教育，世界才能够恢复安定和平。那么世界永续和平梦想就为期不远了。希望我们共同努力，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。最后祝福大家幸福美满，一切吉祥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